他们有分数高低的挂念，这些都要祈求你，让他们能从从容容地参加考试。攻读星云大师为考生祈愿文，佛山苗栗弘法社前进大溪国中，由监寺妙龄法师主法为考生祈福。响应佛诞节，这一次也把浴佛台搬进校园，带领学生透过浴佛为自己祈愿顺利，让大家同学们的心情都变得平静，读书的时候也会比较平静，读得进去。这次的祈福让我那种心灵被佛祖庇佑，有种能抚慰我的心灵的感觉，就是让我原本比较紧张的心有点平定下来。每一瓢法水洒下，发愿要行三好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存好心，祈愿自己能够保持平静的心，在考场上能够发挥实力。有了佛菩萨加持，让自己充满自信，也为学生带来身心安定，求得金榜题名，考取理想目标。经卫视台北苗栗综合报道。